大家好，我是鸡翼大人，今天整卡洛 B 薯片鸡翼超脆。好，首先准备以下这些腌料，煲滚了之后就摊动它，然后再将五只鸡翼放入这些腌料里面，就腌它24小时。跟住我们就将一包的卡洛 B 压碎它，然后就将鸡翼拿翻出来，跟住就用以下这些腌料就腌好它了。好了，就将啲鸡翼咧染上呢一个嘅薯片水，然后咧就预热气炸锅180度4分钟，放上牛油，只再放上鸡翼，喷少少油，开始咧就180度气炸佢5分钟啦。好快搞掂啦，就反转喷少少油。跟住就200度气炸佢6分钟。哇哇，咁快就搞掂啦！一个咁好味、脆卜卜嘅卡洛 B 薯片鸡翼就完成啦。哇，佢真系超级脆啊！而且咧，仲有啲橙嘅香味，仲有因为佢捞咗蒜粉啦，同埋呢个洋葱粉啦，超级香啊！好啦，大家都试下啦。如果中意我今次呢个分享，记得俾个 like 我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频道。好啦，今日讲到呢度啦，拜拜。